影片开始前，感谢本集由 Q 比手游代厨赞助播出。那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 Q 比代厨啊，是叶玲很推荐的一家，安全又快速。你只要提供你的 UID， 它就可以直接帮你把点数储值到你的账号里了，所以呢，也不会有账号泄露的问题。那我们上次直播有说啊，今天这部影片呢会抽出六位获得316蛋币，那一定要完成以上几点才有抽奖资格。那如果被抽到但是没有完成呢，就会直接视为弃票哦。首先订阅叶玲，再来要追踪我跟 Q 比的 IG， 最后要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一段你想要说的话，后面加上 Q 比代厨赞。那完成以上几点呢，你就符合今天的抽奖资格。早安早安，各位早安。预计花多少钱啊？问得好。上面有没有看到有12544蛋币，这就是预计花的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抽这个最新赛季的盲盒啊。先来看一下它的名字，精灵利斯尔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抽的这个主要目标。然后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这个的水母，这个也会成为我们的目标之二。啊，这个就没考虑了，这个有点丑。我们这个抽奖啊，一直以来都是不马虎的，今天啊也不遑多让。小蛋仔，各位看到吗？我们今天呢，把它当做一个吉祥物，把一个吉祥物呢放在我们的电脑旁边，想必是会有助于我们抽到造型。哦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内裤也是穿红色的、啊，红色代表什么？代表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相信应该是可以蛮旺的。好，老样子来看一下这个抽奖几率，至真的抽奖几率都是 1.63%， 然后呢，保底就是170。开抽，开抽，开抽，先摸一下。感受一下那个灵气，我们先抽个一抽看看，我们看有没有机会一抽入魂。干，绿色。好啦，我们就是试试看嘛，这种一抽入魂这种东西还是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好啦，我们开始实抽实抽，六折优惠，是真？没有。我知道了，各位，抽奖有一个大忌。就是不能穿点装，因为官方会侦测说啊，你这个人很有钱，他就不会给你大奖。不错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抽奖前一定要把自己全身脱掉啊，让人家觉得说啊，我们是个新手。新手有什么？有新手运。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个装备都脱光，并且带上我们最起始的技能。我们今天就是个新手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直接展示什么叫新手运。抽，把天赋全部归零，可以这样吗？有这样的操作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那个对不对？他的配饰，他的配件对不对？抽，完了，又是紫色，没了没了没了。简单的音符，哇，系统就是这样读心。我们开局说这个是我们不考虑的，他就给我们中了。其实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这个珍珠棒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，什么什么精灵这个利斯尔啊，这个没有想要抽，这个完全不是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系统，你有听到吧？我要的是珍珠棒哦，不要给我精灵哦。哎干！真的中嘞！有官方的人在看台吧？哪有这么扯的啦？来来来。把我包上去，各位，我们要用上次的偏方啊。我们进到盲盒间，上次一进去直接中至尊啊，有没有人可以支援一下？碎碎碎，哦，碎碎碎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各位，来了，见证奇迹，你不要这样啦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50抽以内搞定吗？太扯了，各位，真的太扯了。12,000，拿刀，不演了，各位，我们封印已久的实力即将，啊干，支持，来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系统，你有听到吧？我要的是珍珠棒哦，抽一个好不好？跟你讲，你抽到这个精灵利斯尔，就给你两个罐头，两个哦。
有了吧？有了吧？没了。换个岛啊，这个岛有问题啊。来立一下这个宣言，如果这个蛋币在花完以前，我们就抽中了。这一步剪成精华，我们抽六个人送蛋币，一个人送300。表现是帮我一起助力，为了我，也为了你们，全部人打一抽入魂。OK， 各位，我感受到大家的力量了。俗话说的啊，这个人多力量大，注意了，注意了。这个气势不能弱，我们要乘胜追击。怎么会有蓝色的？太扯了吧！哎呦，我其实蛮喜欢这个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被这种小东西左右，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。中了吧？哇，听到了吗？这是我有哦，有感觉哦，有感觉哦。既然我们有中造型，我们这个游戏继续好不好？只要不保底，我们今天都抽好不好？这个蛋币。总共还有五抽的机会，我们今天绝对不保底。哎呀，上一次我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是跳科目三，我们现在戴上它就习得忍者的实力。我们直接用轻功感受这个盲盒中哪一个会有大奖。我现在感觉到了，他说这个岛上不会有，我们现在换一个岛，我们到那个小黑屋抽好了。小黑屋。有在线上的，一起来小黑屋助力，我们让官方知道我们的厉害，我们靠人数优势让伺服器累个。想多了，好像人还不够多哎，我们要塞满这个小黑屋啊！我要不要把这9个先抽掉啊？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抽一次嘛，来，刚刚4嘛，我们先换5。哦，5没戏哦，再来换什么？各位，6是不是？好，循序渐进。10，好，就死了。抽奖都是有那个几率的嘛，我们现在在垫，哎，让这个系统觉得我们好像抽很多次了。我们先垫个几次，一抽一抽的，我们等一下再一次10抽，它就直接出来。来，我们再垫一个，接下来要直接中喽，各位，见证奇迹，就是这个第10抽来了。再垫一下，再垫一下。这个10抽直接定胜负，不看了，直接定胜负。难道真的只有保底的命吗？只有保底的命吗？最后一个绝对不保底，对不对？我们绝对不能保底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心态的问题，绝对不保底。还有3抽，还有3抽，来个3，还有机会，有了吧，有了吧，有了吧，没有再还有东西了吧？所以最后一抽169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太大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各位没有保底吧？睡。我们说到做到，我们虽然说只差一抽，只要没有保底啊，我们就是抽奖。我们4个手感我们就不玩了。他这个跑步的感觉，他的手是这样子哎，他的手是这样子哎，你们看，他很雀跃哎。其实我觉得他的感觉跟主唱妖星差不多，但是比较轻盈一点，因为他的手是这样子，但感觉会飞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特效是一个音符，像这样滚的话呢？是后面会有一个这个跑会跟着你，滚起来的手感也跟主唱妖星差不多，就是有点笨重笨重的，但是我是觉得还行啊。最近还有出什么好看的造型吗？下一次再来直播抽一个看。好，先这样，各位，拜拜，下播。